第一忍者，1989年受政委员，1993年受政辞呈。给自己的期许是：慈济两字要写在脚下，用走的；要当不请之师，以佛心施志，承担事业重责。黄师兄啊，目前他得了胃癌，那手术之后呢，就发现还有淋巴的扩散。他有信心啊，加油！他有信心呢，没问题，我的臂力很强。好。早期哈，拢在做黄氏，我一边最高的纪录，一个月看28天。我去准，你会不会预准？所谓活动上哈，需要注意点的，我就是举手。我的使命就是做师傅的，还很多路的，我不厌其烦啊，我不厌其劳，骨卡安尼样艰苦，我都做去。互人看我这上资深，还搁在这个所在，无离开这个菩提大道出去。接受师兄，他非常非常的坚定，要捐大体。那我想这个大舍的精神呢，是他这一生中最好的一个决定。黄师兄，阿弥陀了，我卢师傅呢，这个回来大舍啊，啊，你真安详哈，真自在啊，等啊，目睭点咪啊，慢慢啊开去哈。